你有24小时来完成下一个 Instagram 的挑战任务，哈？挑战二，这是寻找隐藏宝石。什么？你要去哪里？拍大头贴。地方，女生泡温泉的地方，来看一下吧。40.6°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哦，我从来没有去过这样子风格的。Shall I start? We put the TV inside. 哇，里面是电视！我的天哪！哇 ！Want to watch TV? Then it will just look like a wall. Okay.Here. Nothing behind. 我们又来这边搭直升机。Thank you. 哇，我们站在直升机上面，然后一次直升机，可是我还是很怕，因为我很怕高。又有一个新风了，是时候让您体验一些传统的日本文化了。你有24小时时间来完成下一个 Instagram 的挑战任务，挑战三哦，这是第三个了。来一点新鲜的尝试吧，享受你的全新体验吧。穿的时候很讲究，收进去的位置要准，就不要在里面这样乱。
Yeah. Yeah, sumo wrestlers yourself. So you get a first-hand experience that helps. A 呢，在日本本地呢，有超过40个以上的航点，可以飞到日本的各个地方，所以其实是非常方便，你要去哪里都可以。秋田非常传统的食物，讲到秋田大家都会想到秋田狗，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。哇，我们全家都很喜欢水族馆，因为我女儿很喜欢去游泳。游泳，木炭烧的很烫的石头，然后把石头放下去，然后让它滚，然后但是是鱼汤吧，我看这个应该是味噌。这石头700到800度。哦，还要我试试看味道。我们要来喝清酒，因为秋田这边不是有很多的稻田吗？还是很多会拿来做成清酒。这好像有30几个清酒厂，有点太多。很喜欢喝清酒。你现在看到这地方呢，就是他们在这做清酒的一些工具，但蛮多就是传统工具，因为像有一些会用机器去取代，就某些程序这样。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米，这是比较长的呢，是专门做清酒的，然后这个比较短的呢，是我们一般常吃到的这种稻米。现在这边有8种酒，然后都有不一样的味道。这个是比较甜的酒，我想试试看甜的，因为我不太敢喝酒，怕辣。甜的，我真的有喝，我不是没有喝。哎，这个不错哎，我觉得蛮好喝。有人喝醉了，你看这边都红红的。酒鬼 ，1, 2, 3，干杯！造反。溪谷，不是之前我在 YouTube 上面跟大家说，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哪里比较好玩嘛。然后这是其中一个粉丝的留言，叫做 Ivy Chan， Ivy， 谢谢你提供的意见。你说就是这边是很漂亮的，叫我可以来走走晃晃，所以我们就采纳你的意见，我们就来啦，我去看看吧。这边真的很疗愈，就是空气很好，然后又很宁静，一点点的虫鸣鸟叫声。因为以前路很窄，所以他们只有一次只能一个人走，所以如果你看到对面有人的话，你要抱着他，然后两个一起转一圈，然后再各自走，继续往前走。哦，所以这个抱反溪谷是吧？对对。哦呀，就是这个，所以它跟汉字是真的有相关的。对啊，很特别吧。嗯，然后呢，秋田呢听说也很多美女，所以我刚才就开个玩笑说，那一定很多人在这里等着要抱那个过来的漂亮的女生。对，因为只能一次可以过一个，你最好抱着她。
只好，只好。哎，我们现在呢，在脚馆，我们要从脚馆坐到松叶。这里就是车站了。嗨，嗨，大家。耶，我又有一个任务了。嗨，大家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封里面写什么。你今天的任务呢，就是观光，你有24小时的时间来完成下一个 Instagram 挑战。挑战五就是分享你眼中的美景。OK。OK，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区域呢，整个地方呢都是以前武士住的地方。住的地方。我们现在要离开秋田了，这一次的所有行程就要结束了。你最喜欢的秋田是什么？我觉得它的风景超漂亮。哦，对，很舒服。秋田狗也很可爱。对，很可爱。我们现在要去东京，再转机回从东京再回台湾。所以这一次 ANA Journey by Design 成功，耶！拜拜。